这个笑，你不要随便乱讲话。嗯，不要讲话哦。可以，来来来，讲话，讲话，大家。我们要再一次在人民的国会殿堂再一次向国民党喊话，要求马英九总统立刻退回福茂，警察打人，这警察打人的证据，我不是暴民，警察打人，大家看一下，那就是警察打人的证据。昨天群众没走吧？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来面对？誓不成军，国富劳工，国富航空城计划呢，是我们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土地征收计划。那么他又想一次就征收土地完成，一次就开发。那我们就觉得这里面呢，其实审议的过程好像是标述，这个完全是在替财团呢，等于是在替他们量身打造，然后要快速的通过。这样的一种官商勾结呢，在我们看到的所谓这个计划的正当性、公益性、必要性呢，都有严重的问题。立即征收我们人，立即征收我们人，反对投资客炒地皮，反对投资客炒地皮。少了硬体其实远远不够，因为其实这个空间最重要的价值是它性产业以及它的社运就是的这个历史，这其实是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有我们生命的回忆，是我们努力合作不向命运妥协的证据。那今日那个家就是要来抗诉，就是要抗诉我们不义的住宅政策。我们要的是居住正义。我们的房子过去在台湾的都会地区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是我们的薪资却倒退了16年，请问这样是谁造成的？这是政府造成的，你说对不对？对。这是财团圈地、财团炒土、炒土地所造成的，你说对不对？助助力啊，蓝骑士！多元国家我支持，多元人家我支持。今天是江德户数的妨碍公务案要见主席。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抗议，就是当集会游行法已经因为事先案所以不能够再滥用之后，反而公部门继续使用其他的形式的案的法律来约束这些表达意见的人。我们2年前到了马英九他的官邸，我们去那边丢了狗屎，他官宣判是20天。20天拘役哈，那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应该是无罪的，所以我们在现场，我们就当下我们就决定要继续上诉。我们头一次碰到法官那么明理，让我们判我们无罪，谢谢大家。你功夫，我受难。光复节没功夫，光复节没功夫。这三十
年来，原住民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见识到了，来自这个主流政权跟这个主流社会的压迫。拒绝黑箱会议，公平公开审议，真的花了46亿，只能节省2.8分钟，0.84公里的这种道路啊，真的没有必要，不要浪费公帑。